哦，我死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死。可是我不想死啊。喂、哎、，Yeah， 队友人真好。他踢过来我就绑他。你酷，你不踢过来我还是要绑你。他跳了，他跳哪里？他不知道跳哪里。哎呦！哦！我死了！你们在那边跳舞，赶快拆塔哦！不要卖人品哦！十三，圈啊，好累哦。其实我没有看下一场是什么，先看一下。如果是很奇怪的，只是我现在没什么体力。啊，原来是茂凯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茂凯，没问题。走，一个人要玩。为什么汉姆尼格是因为那天玩到一半台风爆炸，然后全游戏就直接消失了。信义鳄鱼丸不就是你吗 ？OK， 没问题，要你。
没有那场我泡面头其实玩的还蛮猛的，不要在那边乱讲，我没记错啊，还蛮猛的，还是我记错了？你进来不就代表你成为新月王？你他妈就是新月王，你赶快进来，我洗爆你！新月王，快点，不要再雷了。好了，算了。有别人要玩，我不要理你啊！你不能从魔兽世界雷我，雷到了这个英雄联盟还不敢玩。这样，茂凯的话，我还是配一些天赋给他好了，符文给他好了。茂凯感觉就适合跟刚刚墨菲特差不多的东西的符文啦，不是东西。噔，跑速一颗，欸，我好像感觉可以不用带那么多啊，我刚刚其实也不需要带这么多物理防御，欸，应该带这样就好了。是这样的，这我的妆看起来像你的一样。猫凯，噔噔，你们喜欢圣诞树人还是鬼影长长的茂凯？感觉圣诞树人比较可爱一点。茂凯 ，Troublemaker， 这样玩过啦，那场还蛮爽的，24-6-19，有这个记录其实还不错哎，就是蛮多都可以知道说。那时候玩的怎么样？圣诞树。噔噔噔 ，Troublemaker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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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怎么感觉这场雷的、啊？冷的冷。莫凯这么可爱，你们忍心吗？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广告注意，我觉得这场GG的感觉。
丢个礼物给大家，敬老敬老。嗨，爱雪1990安安。凯奇真的还蛮可爱的，他的一点小技巧就是，反正这个应该有玩过猫凯都知道吧，反正他是速金持续35秒，所以你可以在前面先丢2到3个，然后像这时候就不要丢了，因为等一下他爆，等一下你会来不及丢那个最后一个，他会像这样丢下去，他会砸下去的时候还有伤害，就我这样清这一波会清得非常的清，这一个 buff 会清得非常快。有人吸到我一次经验，不过好像其实也还好啦。敲，然后高 W 会有比较久的那个捆绑的时间，然后但是高 Q 的话伤害会比较高，所以通常一般来说，大部分的人会选择高 Q。一般来说。左边还是不帮我放眼啊，我就有跟他讲说左边帮我放眼，还是不帮我放，等一下我会被烦。其实他现在放已经来不及了，有点晚了。啊，在这里啊，你看，我就说他那时候放其实已经来不及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就不要吃，看你怎么办。